走进书院，就像读一本好书，跟书中的人对话。当我们阅读时，世界某个角落，也许有跟我们同样心境的人，跟我们读着同一本书。艺术的力量，就是不曾谋面，也能感受到彼此的联系。也许当下我们不曾谋面，但终究会遇见。今天怀着宁静来到明心书院，也许你也和我一样喜欢阅读，喜欢探索，也有一样的心境。